喂，好，再吹一次。他，我这样划过去，他就有一条线扫过去，那就是0.2秒的瞬间。好，谢谢。如果你拉拉一点，可以看到后面他在吹正常速度，前面荧幕是在播慢动作的那个叉。好。你再看。再看一次。继续吹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好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你继续吹，因为他们要做一个对比。你再播一次，好。这边还有一只手机，先换你。播就好了。好。好，这边展示一个。对啊。对，然后我们两个可以先看，因为我们吹一个泡泡，然后我们刚才其实有先试过，就是它影片里是每秒960个，可是后面就是也对，它是正常的。厉害。